来呀，开始做饭了吗？这口着呢，哎呀，没找着。哎呀，干啥呢这是？这是那天做麻辣香锅买的这个一个笋，没吃了。掉下来怎么找不着口？这叫冬笋呢，好像是，是吗？是吗？今天晚饭咱俩吃个新花样。嗯。这玩意就是炒肉，是吗？嗯。搞点肉一炒。有放蘑菇吗？切的跟小木似的，懂吗？好嘞，来个干豆腐，开了，炒点粉条。妈老厉害了，一个人把俩勺，这是个超串玩意儿。这粉条搁这翻花呢，这搁这打卷儿呢。好了，厨房如战场啊！我妈天天上战场。那你上去。我上不去，上两天就得歇一天。我妈宁可炒菜也不愿意录像。我说的这玩意儿，那天我录一回就让我困了，吃饭都困了。哎呀，不咋整，整困了，真要睡着了都。五花肉啊，嗯，先把肥的啥的还有剩的，冬笋炒肉，嗯，我来点料酒，来点生抽。妥了，走你！来，来点五香粉。有的。我妈这炒河菜吗？这不就是，放点豆芽子。那个豆芽，那个豆芽，好了，好了，嗯，走吧，六合。好了，又好一个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，俺们娘俩今天整个没整过的玩意儿，这个叫冬笋。那天我做麻辣香锅的时候买的，我寻高麻辣香锅里煮一下子，我看有吃的，好像完了后来没高下，今天让我妈给炒上了，搞点肉啊，整了一盘子，这玩意儿挺出数，看吗？嗯，这玩意儿好像是有点硬，我是怕咬不动，完我妈炒一个干豆腐哟，我妈干豆腐行，这玩意儿好像是有点硬，我妹没咋太吃过，看吗？
你尝尝不就知道了。嗯，开饭，开饭，尝尝。真能咬吗？有点跟那个榨菜似的，吃的感觉，是不是？真行。整口酒。没事，这玩意儿咬不动你就咬干豆腐。咬能了。哎哎哎呀。嗯。多了。这酒冲啊，那酒没有了。倒酒都得瑟，现在没有一两，你倒暖意。倒就这些吧，少喝点。开饭，尝尝这冬笋。我们老妈切的小木耳，能咬不动？能咬，我怕你咬不动嘛。没什么咬不动，关键没吃过，没敢尝试。嗯，等啊，来，等会，这玩意真挺好吃。哎，挺不错。吃那个不胖人，那竹笋胖吗？那谁讲话呢？啥玩意吃多了都胖。那他一个笋，他那玩意，他是菜，他能胖？嘎嘣嘎嘣，真挺好。我妈吃那豆包子可扛饿了，嗯，就愿意吃豆包。这是冰箱没地方，要冰箱有地方得冻冰箱。愿意吃豆包，你也不吃，那我不吃。嗯，刚那炸窝。我真不行，我真不太愿意吃。我嚼着糊嘴，粘牙。哇。小辣椒，你就寻思这玩意怎么长的呢？它长一个丝儿丝。咱娘俩还是见识的少。确定是长的吗？嗯，对呀。这菜老好吃了。啊，这个菜老好吃了，就老好吃了。嗯，快你吃，快吃嘛。整口。今天倒的不多，也就一两酒。嗯，是不是？一两好多。没了。没了。没了，上皮的，早都预备上了。现在。咔咔。就这些，咱俩现在控制好量就行，是吧？嗯。高一两酒，天天给这慢拉。高人会喝酒那个，给你这个。高人会喝酒那个都那啥了。这肉喝睡醒一觉了。这肉可好吃，是吧？嗯。有时候上这个超市，那也有这个那的，我也不瞅。菜场啊？嗯。我妈干的。一接一接那个，那是那个竹笋的那是。嗯。那不有事吗？我妈要是买啥东西，上菜场。嗯，就奔那地方。就奔那儿去。别的地方都不瞅不看，是吧？我就不愿意跟你俩上超市。咋的？上超市的话，啥都瞅。你像特别上那乐购，咦，这家你看你逛超市，逛超市，走一道可慢了，给你急的够呛。走一走，看一看，逛超市嘛，你看啥？不买那个也瞅瞅。我妈今天不用吃饭了。嗯。啊。不吃就酸。吃这一盘小木耳，这是。真挺好吃。嗯，挺香。你
这不是炒的好的吗？今天没夸哈，个儿夸是吧？炒的好吗？炒刚刚好。嗯。给你买上啊！我不要，不要了。嗯，来，你热了。嗯。哎呦我的妈！让我开个缝。你说我想买点啥的？鱼腥草，你做吗？你做不懂。不懂哈。我看他们南方人总吃。就跟那个草根儿似的，根子，完事儿我应该是焯一下水，完了之后凉拌，说挺好吃的吗？不知道，哪块咱们这有吗？搁网上买的。老，你能吃吗？你能吃我买点。那我哪知道啊？这整的没用。赶上那天的麻辣香锅了，正不正宗？我妈还说正宗。哎呀妈！我一寻思寻思，找笑。嗯，没吃过还知道正宗？那可不，你咋知道正宗呢？颜色挺好看的，那就正宗的。两杯酒。哎呀，你看，福州这套。那啥正宗不正宗？饿了啥都吃。就看你饿不饿。嗯。我还以为是人家那个包装时候那啥呢，整的呢，打的刀具呢。你没看市场上卖有卖那个小孩一样的那个果的吗？啊。那是模子。没长是生长的时候就给套个模子给它套外边，完了之后它长就按照那个形状长。啊啊，你看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哎，这猪八戒讲话是人参果吗？嗯。市场上不有卖的小人似的那玩意果的吗？有吗？有，你没看着过呀？没有。哎呀，哪天你特意走走，没事你得看看那个稀奇古怪那玩意。那它叫啥果啊？叫啥果不知道，反正它不叫人参果。人参果是那个发黄上面带吊吊那玩意。来嘛，明天我给你买俩。我也没吃过。辣了。笑眉，来呀！嗯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有吗？嗯，干杯，跟大家干杯吧！干杯！最后一口，干杯！哎呀，真不错啊！嗯，这整的也不错。这个冬笋就是叫冬笋，头回吃，反正这玩意挺好吃，是挺好吃。就是那啥，就是这玩意儿有的个别的它边上它有点硬，嗯，是不是？个别的它一丝一丝的它边上有点硬，嗯，但是总体来说还不错。嗯，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观看。如果喜欢胖妞和胖妞老妈的，请帮忙评论、转发、点赞、关注。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我出去溜达一圈去，好吗？嗯。